行嘞，请坐。啊，各位同心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大家辛苦了哈。搁剩差15分钟，咱就结婚，准备回家哈。我想大家心情我那真轻松啊了哈。啊，开始有迄个讲要回去，迄个想要起飞的感觉哈。哦，啊，快点来。搁15分钟，我甲这15分钟讲个较短啦。咱台湾民政府吼，定咧讲台湾是还佫美国君主政府咧占领。啊，那么外口个人拢讲哪有啊？啊，这毋是中华民国咧伫台湾吗？无毋对。啊，我即马来甲大家讲一寡例吼。啊，恁出去人后咧安尼问个时，咱会当堪伊解说吼。咱台湾。事事行行拢有美国咧管制，吼、哦！你甲看，像讲2000年阿扁啊选到总统，五二空伊迄个总统文告，那会讲这个四不一没有？全世界总统若就任起来，拢嘛讲我一定要做啥，要做啥，要做啥，有一个愿景。啊，拄啊，刚咱这个阿扁啊总统起来。拢在讲，我无要做啥，我无要做啥，吼、哦。伊讲未宣布独立，吼、哦，也未改变国歌，吼、哦，也无要统独公投，有无？吼、哦，也无啥物废除统一纲领啊，废除废国定纲领这个吼、哦，国统会这个问题。啊，这就是美国咧指导，因为你要讲啥，哦，包括。较早蒋介石的元旦文告，即拢爱送美国去审查过，通过了你才会当讲，吼、哦。那么，你看伫2009年的八八风灾，马英九，伊就统领驻外使节讲，拢卖接受外口的这个援助，有无？伊想要利用这个机会，要让解放军入来。救台湾就对了。美国这个 CIA 得到这个情报，马上回报。因为国防部是宣布，恁台湾的灾难，恁的看把美国的对外单位是美国的国防部。以前美国咧对外咧救灾，因为美国救难总署咧处理，独独之解，台湾的看中华民国看面的对外单位是美国的国防部。美国随派军舰来伫台湾外海，用迄个大只直升机吊这个怪兽哦，山猫，吼、哦，啊个大型的 C-130 动运输机载一挂这个防水布吼、哦，你别伫台湾吼，迄、哦、拢美军的军机啊，迄啊军机啊，咧美军的军事人员入来，一个国家敢会当随便互人？军队入来，吼、哦，一般拢嘛使民用的飞行机来尔嘛，拄啊独独台湾是美国的军机，大主大个就入来，对无？安尼是毋是台湾伫美国的军事占领管辖中 ？OK， 吼、哦，尤其伫1979年，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是无？伊遂定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，来继承这个过去的迄个麦克阿瑟的迄个第一号命令，爱延续落嘛吼。啊，无你等到了，尤其等到了美国通令所有的驻外使馆，袂使去称呼中华民国，干那会使称呼可做台湾治理当局，台湾 authority 吼。这就真明显表示讲。美国一直延续咧占领台湾，哈、哦！你敢有看对一个国家跟咱签一个？啊，比如英国《英国台湾关系法》，还是《法国台湾关系法》？无啊！哦，因当时嘛是世界五强的国家啦，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吼，号称中美印发书是世界五强。但是咱都无迄个苏联关系法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为者来看。
迄个美国是安怎有权利，将来定这个台湾管理法，就是伊因为旧金山合约权利嘛，吼、哦，旧金山合约第二条规定，日本爱放弃台湾甲澎湖，啊是安怎？美国咧定这个旧金山合约咧起草，这个人是美国人诶，这个国务卿杜勒斯。伊哪有这个权利，会当要求讲日本爱放弃台湾甲澎湖？吼、哦，而且伊跟其他48国家起草协商，拢伊咧主导，就是因为伊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嘛。这伫旧金山合约第23条的 B， 吼、哦，都会当看到。那么，这这个迹象啦，吼、哦。尤其美国是依照旧金山合约，吼、哦，依照台湾关系法继续掌控台湾，但是因为台湾关系法是用 the people on Taiwan 保护着中华民国这些人、这些人民，啊，所以咱有较反对，咱讲咱爱回归旧金山合约，就是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哈、哦。那么，真侪人。不了解台湾管理法对咱台湾人的伤害，伊以为讲台湾管理法是咧保护台湾，这是无唔对。但是当时去保护流亡政府这些人吼，这咱就反对啊，吼，因为过去这流亡的这个武装难民对咱台湾人伤害太大，吼，所以咱一定爱甲斗争，吼。那么你过去看讲。蒋介石伫台湾，伊所有诶重要诶庆典，吼、哦，比伊要就职啦，还是啥物元旦，吼、哦，咧庆祝元旦，伊若出来，伊拢穿军装。你敢捌看到伊穿西装？吼、哦，无嘛吼。即、哦、就代表伊嘛知影讲，伊是代理美国军事政府来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，伊是受委任。的麦克阿瑟的一号命令来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所有中华民国联邦政府那里选总统，那选到，拢爱等美国那边的贺电来承认嘛，吼、哦！这就等于讲，像麦克阿瑟迄个命令来追认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你会记2004年，阿扁啊掉2000，结果隔天嘛继续选完了选到。但是迄间乱到对无？美国的贺电办到要一礼拜才到。阿扁也透过关系，透过这个下新这个美国在台协会这个下新去讨这个贺电。美国那边国务院回答讲：只要恁中华民国中选会正式宣布公告打起，半点钟内，阮的贺电就到。啊，所以迄届要打迄个公告。哪里个多 QQ66有无？即打去迄、那个，摄像机啪啪啪摄过来，传登去美国，核电半点钟来睡觉。吼、哦，啊，迄个因阿公咧伫凯道咧乱，吼、哦，咱迄阵咧等迄个核电的心情，咱嘛着急，是安怎爱等美国核电？那也无咧等嘛，因外就法国的核电，吼、哦，为咱遮看，买张因咧看到。美国咧掌控管辖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姐姐这迹象，你看看个回想，你等于个咧困的时候，你个想，若无这个美国这个总经理伫后边咧人，哦、台湾别讲啥物代志，好像拢美国说了算，美国说三道四，啊，你这样子，啊，那样子，那也拢伊咧下指导棋。这姐姐这个问题，咱好好甲想吼。啊，咱也甲咱今仔伫遮这三天所学到的，咱等于甲融会贯通一下。那么你今仔我相信，你过去若有五成的功力吼，这三天去伫遮受训，应该增加三成的功力有啊，即马有八成。那么鼓励你。新台湾论八等好啊，甲看，你就有10成的功力，
出力在讲就下下叫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唔通看轻家己，唔通讲啊，我都干呐，拢咧听人演讲尔，啊，唔敢出力跟人讲，咱来自我训练。你家你所学的，你若无讲出来，这足可惜的。你家你知影的真相，你若无传播出去，吼、哦，这就浪费讲咱无采开遮侪时间吼、哦，用心伫遮咧学。咱一定爱想把影响咱的亲戚朋友，你接触的到的人吼、哦，啊，你若看到足浅显易懂的，上好你甲记录起来，用电脑拍，啊是。算讲印作单张，先互你的朋友看一下，先互伊家己酝酿伊的这个伊思考。那么伊一定会各个问题甲你问。哦，啊，咱册也看好吼、哦，啊，不是拢就忙咧看秘书长的这个文章。咱也甲这个台湾地位吼、哦，国际地位拢有前后拢搞清楚啊，你就会这样口若悬河吼，一件一件甲解答。过去我伫民进党二十几年的资历，但是我无法度像即马安尼，一定人若甲我问，我拢差不多有才调甲回应。上加咱若袂晓回应的，咱阁倒来问咱秘书长，吼。但是到目前我敢若也毋捌拄着，吼、哦。所以鼓励大家，吼、哦，不管你伫对一个行业，对一个职业。你好好啊，把你的工作做好，闲暇之余，好好来研究这套。为了台湾的前途，为了咱的子孙，咱唔通把这条遮好的路，吼、哦，遮清明的路，因为其他的路，我拢差不多拢有看过。作者论述陈良基，伊嘛是一个国际化的专家，但是伊用凭空想象，伊讲台湾。经过民主的选举，逐渐演变。那国际法法律无迄个逐渐演变的，绝对是依照渐进法、国际法、主联法来处理的，无迄个逐渐演变啊。啊，来用选举的吼，啊，无得阮岛的人啊，来用投票的，讲恁就是我的，敢会听用安尼？民主选举，这块土地若还袂清楚，绝对是爱。依照国际战争法，一步一步来套，吼、哦，袂使偷工减料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咱今仔时间也差不多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等下，啊，你个楼卡翕相，啊，等下大家小可门面整理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等下下课了，请大家把椅仔拢下开顶悬，安尼清洁人员伊要清理这个地板会较好。好，阿、啊、我今仔就先讲到这，感谢，谢谢。加起来，加嘞，下课。